去 Canada 他就不给这样一直叫的这样吗？可以啦，那边的他给人家吓，他给人家吓，那边的洋人，那边的洋人有可能在那边那个地区来的。其实他们是因为赌博之前嘛，那犯罪率不大的话，就是不管的嘛。我这红哥也是 X 开的过瘾啊。不会老师，我是打过 X 的。X 开都不赢 ，X 开都不一定会赢妈的。下面，下面 Rigo 一开始就是顺的话，你就会死。Thank you.
Bang!